那我的提案呢？是我有两个小提案，那很高兴就是又持续的机会在大众提案，我每次都抢，就先抢了。如果占到大家位置，不好意思。那最近就是我理清了，就是关于一个个人的在一生就是必须持续关注的一些 keyword，我们说的三个关键字，那我也列在这个提案列表上面，是关于。开放自然以及即兴，开放自然以及即兴，所以这么样的三件事情呢，我很幸运的就是在居零里，就是感受到一些关于开放的事，开放的一些事，大家很热情的用开放的心态，开放原始码，开放自己的时间去为这世界做一件事情。那即兴与自然是我自己在。最近另外感受到的事情，所以就是关于这三件事情呢，我陆续有跳一些坑，有执行一些事情，包括在前年了吧，已经参加，就是从前年就是有去执行一个专案，叫做在宅医疗地图，那目前呢大概有破20万个人点阅哦。那最近呢，就是希望透过 GetTown 这样也是相对开放的视讯平台，来集结一些可能是台湾在地的资源。于是我在 GetTown 上面呢，是分享了一个关于我画了一张台湾地图的 Getter，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在上面可能标注一些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你自己的空间，你可能在这个空间上面做一些事情。那这个连接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好，最后再给大家看，因为我现在可能游戏术上面，暂时没办法，就是欢迎点这个就是我们的提案上面的连接，可以看到，就是 Faizen SS 这个地图，它是一个 gay 的地图，那欢迎在里面呢，我建了一个缩指服务，就希望大家可以任意的去自然的去。说你说指去提供，你一个讯息的来源，让人们更方便的去追本溯源，或者是分享自己觉得有价值的讯息。那我特别呢是今天想要来尝试，宣传给就是有在做 CoFi 辟谣的伙伴们呢，是不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缩指服务，让人们更容易去追查到这个讯息的源头的，甚至追查到那一个句、那个字，这个用的技术呢，叫做我们 High Link to Text，这是 Google 最近释出，那目前也是让微软跟那个 Chrome 呢都已经有这个叫做资源了，所以呢，稍晚呢我会跟如果有讯息有意图想要一起追查的，一起来，这样我是 Fly，谢谢大家。